6月30日起，周日18点，跟我走吧 ！VIP 正片抢先看 ，SVIP 提前6小时看正片。谈判，来先把规则讲了啊！来，站好区域啊！我是你们的 leader， 别瞪我，还没开始，他老瞪我，先忍一下，忍一下。你们四个是匪，好，我们四个是警，好，我们这一位没有枪，他的技能出轨罢了，表演一下，咱可是不怎么，他只要开始做这个动作，不管是谁都得停下来，但是他没有枪。怎么算赢呢？我得你们想一个胜利方式，人是可以复活的，但是一人拎一桶作为你们家的标识，都是放在家里边的，谁抢到了对方家里的这个并且把它全都炸掉，谁就那家就胜利。 OK OK， 可以，你们自己想好把这桶东西藏在哪里，好吧？你们现在说一下你们的技能吧。被我射中了以后就三个俯卧撑。哎呀，这太严了。被我射中，原地唱歌，原地唱歌，看起来。不唱歌，不弄唱歌的。好，把水抽空了，要不你就用。小易阳，你的技能是什么？跳舞。在那堵着，他们不过不来了吗？准备，三。咱们飞散啊！你跟着我，小爆破啊！咱俩既然放下枪，是三位匪霸，我是炸弹在上面吧？先炸！二，冲炸！可以。一，咱飞散！飞散！你去那边，你在那边坐着，赶紧跑来！来吧，咱们追上你，干！防守！抽嘴巴子！你们怎么这么差呀？
1, 2, 3，拜拜！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！跳舞，跳舞！你跳舞啊！我跳舞啊！飞了5秒，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不对，我没拿枪。